我们还会有一杯special 的给小弟，哎，给我吗？这么好，所以今天我有两杯。因为你毕竟就是正式加入我们频道嘛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欢迎你一下。谢谢。你今天会喝到两杯咖啡，那另外一杯是老师的成名之作哦。我跟你讲，那一杯呢，在网络上好像有2400多万的点阅率，那一定很可爱。很可爱，就是全世界都知道这杯咖啡，你喝着它，全世界都知道小弟。所以等下那咖啡来的时候，你也要像兔子一样这样亲亲它，要亲亲好，然后喝喝它，然后吸它的头这样，吸它的那个这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？就是一口气把它这样吸进去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好 ，OK。上咖啡，耶！这请人喝。你最红的就是那个，而且它有那个蟑螂屎哎，老师可以吃哦。那是吃什么？是真的是蟑螂屎吗？谁画的？画的不是，这整只不是画，是真的蟑螂。这里面是有屁啦，不会啦，老师不会吧？你要吸它我吗？我让你从这边这样子，要不要？你试试，你先。一定要喝它，是不是？喝它之前先那我要自拍，先它亲亲。而且老师，为什么它的蟑螂腿上面真的好像有毛的样子？蟑螂腿本来就有毛，要不然就要逼真。你没有认真看过蟑螂腿？我敢认真看，谁认真看？我下次带你认真看蟑螂腿。没有，谢谢。我对蟑螂有阴影，因为我在刷牙的时候，我就拿起我的牙刷，然后里面就有一只会飞的蟑螂，所以我当我拿起牙刷的时候，它就飞出来，我就很。干嘛？老师，很好喝哦。就它放在这边，要不要尝试看看？那我吃尾巴，你吃头。我头留给你。好，我吸它的尾巴。它真的蟑螂屎。我吃蟑螂屎。好不好喝？好喝，但是我心里有点压力，没有办法平复。把头了，好吗？我有压力哦。哎呦，喝了啊！有那个你吸啊？你干嘛？啊！你怎么这么大，老师？你要吸它，你要吸。看，你吃到它眼睛哎。心还在，他心还在，让他变形哦！果然是打不死的蟑螂。对，老师你喝。我不要，老师我很怕蟑螂，我不要。但你刚刚是看着那个照片画的。对啊对啊，因为我画1000多杯，我是习惯了。对，你蟑螂画了1000多杯，超过了。